这首歌叫《家》。这也是我写的第一首歌，然后刚开始写歌也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就噼啪就写一堆，就很多，就很不像一般的那种流行歌的歌，就很歌词就很多这样。然后这首歌其实如果会弹吉他的人就应该知道，这首歌也是最基本的四个和弦，就其实很简单的一首歌。好，带这首《家》。我只有一个爸爸，也只有一个妈妈，菜在乡都少个人尝，我把忙碌当作家。他曾有一个爸爸，也曾有一个妈妈，只剩电视跟他说话，思念成为他的家。你只有一个爸爸，也只有一个妈妈，心事风筝连着故乡，飘过月亮就想家。陌生人变成爸爸，说好会爱着妈妈，爱是无价，爱是代价，怎会成家分家，最后多个家？这世界就是家，呼吸是风，大梦自由。这世界就是家，用心跳把爱变大。只有一个爸爸，他少了一个妈妈，时间只在心里停留，有遗憾才懂人生。有些人失去爸爸，只剩下一个妈妈，幸福的家变半个家，想证明自己不差。亲爱的单身爸爸，亲爱的单身妈妈，离别让人提早长大，通过现实的惩罚。每个人都有爸爸，每个人都有妈妈，如果他们已不在家，只要还他们心里就有家。
实现却不作罢，被遗忘的小天堂，爱开始的老地方，幸福它是一种想法，一直想就成真，别问真的吗，这世界就是家，呼吸是否让梦自由，这世界就是家，用心跳把爱变大。我只有一个爸爸，也只有一个妈妈，他们等着我回家，我想现在就回家。我只有一个家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唱一首，最后一首，我唱这个在台东写的歌哈。其实我说我写歌都很随性嘛，我就常常有时候别人写一首什么词啊、诗啊，或者是甚至他脸书的贴文，然后我常常就看到之后，我就直接写一首歌。那这首歌是我在那个有一个民宿，有人在家，那个。他的民宿的老板娘叫小关，哦，他写的诗，这首他写的诗叫只是孩子，然后我就把这首诗写成这首歌。好，那大概最后一首了，叫只是孩子。送歌给自己吃，并且拥抱他们，拥抱的时候是跟自己在一起的，小孩不需要被教，他就会知道，自然而然，清晨小孩睁开眼睛，吃下旋律，看着世界，他看的东西很多，也经历的很多时候，有时在他眼前是一片海，有时是一只万花筒，更多时候是流星的宇宙轮转我的心情，还有风。
歌给自己吃，并且拥抱他们，拥抱的时候是跟自己在一起的，小孩不需要被教，他就会知道，自然而然。清晨，小孩睁开眼睛，吃下旋律，看着时间，他看的东西很多，也经历了很多时候，有时在他眼前是一片海，有时是一只万花筒，更多时候是流动的宇宙，轮转的星星，还有风。夜晚，安闭上眼睛，原来我们只是个孩子。谢谢。有力呢，下课。耶、yeah, ，下课喽！再次谢谢陈智慧今天带来的演出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。大家离开时，请将空杯空瓶随手放到吧台的侧边。若是有吃完外食剩下垃圾，也请记得帮我们丢到厕所前面的分类垃圾桶。最后，也不要忘记自己最重要的随身物品。铁花村明天一样晚上8点也有音乐的演出。欢迎大家明天再回来铁花村和我们一起欣赏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